哎、欸、哥啊，我问你哦，为什么很多男生做爱不戴套啊？你会戴手套挖鼻屎吗？对哈、哦，啊，女生约进来的时候是不是不适合打炮啊？你流鼻血还要继续挖鼻屎吗？哎、欸、哥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做爱这么舒服，为什么那些被强奸的人不愿意舒服的面对嘞？你走在暗巷，突然有陌生人挖你鼻孔，你会舒服吗？哦，你不要一直拿挖鼻孔当举例啦，不然呢，这举例再好不过了。阿娇是手，妹妹是鼻孔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打炮舒服吗？当然舒服啊！靠，你挖鼻孔，手也跟着舒服哦。